大家好，我是川哥，刚下班我回来，洗完澡啊，换了个衣服，准备出去吃个自助小火锅哈。行啊，坐会儿。现在到店里了，就是这种小火锅。现在小火锅做起了哦，我们点的是双人套餐，58元，包括6个荤菜，还有一瓶饮料，25种素菜，随便吃。专门吃素菜的话，只要15元。鸡肉片、肥牛、火腿肠、牛肉，这个晓得啥子？那啥子叫出是名字啊？我不知道，没吃过。为什么晓得这啥子？香肠。我煮的是麻辣锅、冬阴锅，它这里还有菌汤锅、番茄锅、骨汤锅，反正品种还是多的。小火锅蒸起哦，多是味的，油肉爱油。我去打你碟子，这种小火锅还都矮一点。是啊，前吃起来都舒服哈。两个人吃58元，任你吃饱的。好吃，这就是个火锅。我的鸡肉片给煮起，好大一张张的。直接下一个。这个。好了吧，那下到我了。我这边多呀。我去打点素菜。这边都是自助的蔬菜哟，菜转过来煮起。猪血安逸哦，还有豆腐。昨天满满的锅哟，赚不到了。如果全部吃素的话，就是15元一个人。像那些耍朋友的年轻人呐、啊，一个人都可以来吃，两个人呢更划算。把我看得上。一块的三个朋友噻，也来吃哦。把一朋友带起一路来，还可以。现在煮好了，开始吃哈。这是第二锅的哦，这个也可以叫情侣锅哈。哎，对。我尝一下那个冬阴锅，啥子味儿？是哦。你吃个，我那个是麻辣的啊。川川那个冬阴锅也多好吃的、啊，以前没吃过，今天来吃啊，反正就是那个味道。我也吃个麻辣的，吃个小碗。来，我们干一杯。要还干杯哇、啊？来吧。在工地上今天辛苦了哇、啊，那几天搬砖搬累了哈。来，出来吃点好的。今天晚上回去用按摩针给按摩一下哇、啊。好的。那是小香肠哦。我这是裙带菜呀、啊，看嘛。还有的耶。裙带菜。方便面出去应该有，方便面这些都好吃。嗯，方便面当火锅，好吃啊！第三锅蒸起了哦。15元的素菜还是都好的哦，有山药、火锅料、猪血，这些都是挺贵的哦。大家觉得贵不贵？现在煮起。我把这里面弄干净了不吃。再吃点吧。够了，吃饱了。川川的肠胃不好，晚上啊他有点胀，所以他不吃了。我慢慢的再吃一下。川哥吃的多哟，估计可能吃回本了。大家说吃不饱没有？把那锅吃完了哇！等一会儿我们就给人转一下街，就回家了哈。川少一回来就在按摩，他边看小说边按摩，又在看啥子小说？不给说。龙门汉起哦，看完了。又看的啥子哦？
哦，说到油漆，别跟他瞎舞哈。说一下吧，跟大家说一下。表还小我弄一把把吧。彪悍小龙鱼，你现在看彪悍，以前看韩七，那还不行喽，你滚。这个粉红色的按摩枕是庙姐过严肃的，还是个新款喽。现在有两款了，这个蓝色的我之前也介绍过，我天天都在用。这个新的就送给川嫂了。这身子还挺舒服的，练了多头气的哈。按摩起来安逸哟、哦，我们每天工地上干活累的哇，下班回来就一起按摩哈。哪个给人家按摩？这个可以全身按摩的哟、哦，穿手啊经常腰痛，按摩一下还是多舒服的，是不是？肯定噻。有三档可以调节，我给你按个三档。哎，那力气多大呀？挺舒服的。我也想试一下呀。我还是喜欢按摩脖子，还能加热，像两个手在推一样啊，热乎乎的。那多舒服哈！听说外面按摩要100多。那是肯定贵哟、哦。你去过了？我才没去过呀。是啊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再见，拜拜。